台湾话故事书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古册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一故事书旧小说，释义二古书古籍，古时候的书籍。释义一故事书旧小说，例。这本古册真好看。那本故事书很好看。释义二古书古籍，古时候的书籍。例。阮阿公的册房内底有真侪古册。我爷爷的书房里有很多古书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